我没有带药来的，我就提醒大家，对啦，我不是提醒你们要带药啊，我没有带，对啦，我没有带药来，对，安心一下，对啊，对，您都吃一样东西啊，不是？肠胃炎的机会，印度来三次了，每一次都有人上吐下泻。我也是第三次。对，但是就是说吃东西尽量不要在外面这样吃。对，像昨天临时跑去吃那些，因为狗肝就不太对。那个很危险。很危险。对对。Yes。有可能。对对，而且你出来一定要带，你自己不带药你不惨。没有啊，那个一定要带。对，我。94年去贵州的安宁，对对，都要带、啊。你就去找你的诊所，然后叫他带。没有，我这个东西是诊所开的。对呀、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还在一支远东联合诊所。对。我都一直放着，都缓了都。大概也不能放太久了，药大概放一年就，效果就没有了，不能放太久。对。